无趣的世界做个有趣的灵魂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金的 channel。 坐最早的火车来到台山，窗外的城市一片宁静。香港嗰边冇嗰啲咩？香港翻嚟喎，香港有冇？唔系，广州。冇你咁嘅整法啦，少啦，佢哋攞铁板啊多。呢啲好普遍，依家喎，都好普遍。即系依家兴系嘛？唔系依家，呢啲其实系最传统嘅。我知。最早期。最早期系。广州啊，广州多数都系铁板啦。铁板呢度都有，铁板就比较普遍啲。啊。呢啲係比較特色啲，呢啲好傳統啊！即係就好似嚇，即係食嘢都要整翻啲花樣係嘛？得㗎，我整嗰啲桌子啊！你要咩嘢桌子啊？桌子啊！
今期节目就到呢度，多谢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